当我们看到尼康 Z8 的时候，我们知道尼康终于有了第一台真正意义上的视频和照片双修的相机。Z9 的视频不就已经很强了吗？Z9 强归强，但是它的重量体积以及方块机的造型让它在拍摄视频的时候依旧不那么方便。而 Z8 呢，它相比 Z9 它要轻了400多克，并且也直接砍掉了这个一体化的手柄，所以呢它的造型更适合拍摄视频。那虽然 Z8 是小 Z9， 但它才是更适合视频和摄影双修的相机。可以看到在配置上基本上是和 Z9 完全一样的，硬要说什么区别嘛，那就是尼康的 Z8 它换成了 EL15C 的这个电池，因为在电路上需要重新设计。接下来呢就是它的存储这边换成了一个 CFE B 型卡，再加上 SD 卡，这样其实是更加经济和方便的。而它的充电口呢则增加了一个 USB-C 口，一个负责数据，一个负责供电，更加方便和安全。Z8 的单机身重量约为820多克，然后我们再加上电池和卡的话就是910多克，但是它的体积比 Z9 要小很多。而在体积小很多的基础上，它的传感器、处理器、EVF 还有屏幕都是和 Z9 一样的，并且它的操控是在继承了 Z9 的基础上有所优化。 Z8 的性能完全没有缩水，我们仍然可以称之为顶级机，而且官方称它的防护性能更是超越了 D850。这样一个机身配上50或者是85.2的镜头，其实整体是非常协调的。在 Z8 媒体体验会后，我们就带着工程样机在北京一家动物乐园进行实拍。实拍中第一个最直观的感受就是 Z8 的对焦性能很强， Z8 可以检测到仅占画面 3% 的人物面部，这一点甚至相对 Z9 都有升级，可以检测9种拍摄对象，并且也是 3D 追踪。单独把飞机摘出来是因为专门强化了对飞机的识别和对焦能力，拍摄视频时现场即使有其他主体干扰，室内的光照也并不理想，但 Z8 也能继续锁定自己选定的目标，让拍摄很轻松。暗光对焦是 Z8 的一大卖点，自动对焦侦测范围是-7到19 EV， 如果使用星光视图可以达到-9到19 EV。 这次 Z8 在图片和视频拍摄模式中都加入了磨皮功能，有3档可调，拍摄人像时有非常明显的区别。这下你们别再说尼康目中无人了哈。由于主要拍的是室内的鸟类，我们主要使用一支100-400，光圈并不大，室内必然得提高感光度。 ISO 5000 画面100%放大，细节仍然出色，小鸟的羽毛清晰可见，噪点虽有但可以接受。 Z8 和 Z9 一样没有机械快门，具有6档减震，连拍也完全继承了 Z9 的无黑式连拍，20fps RAW 连拍，30fps 全像素 JPEG 连拍，最高能达到 120fps 1100万像素 JPEG 连拍。所以哪怕是新手有了这样的对焦和连拍能力，端着 Z8 对着鸟一阵瞎拍，成功率也会很高。400毫米镜头抵近时对焦还是有压力的，但是从实拍来看，无论是图片还是视频，拍摄成功率还是非常高的。 JPEG 连拍的时候有一个预拍摄功能非常实用，在半按快门后开始缓冲，相机会在完全按下按钮之前最多1秒，以及完全按下按钮之后最多4秒拍摄图像。视频方面，我们觉得尼康是将 Z8 当作一台电影机来设计的。首先它可以内录12比特的 NRAW 和 ProRes RAW HQ， 10比特的 ProRes 42 HQ 以及 H.265 视频，其中 NRAW 能够支持到 8.3K 60p 4.1K 120p，H.265 编码支持 8K30p 4K120p， ProRes 42HQ 支持 4K120p， 这应该是迄今为止拥有最强大录制规格组合的微单之一了。最近尼康和 RED 的官司好像是双方撤诉了哈，尼康以后也可以大胆放心的录 RAW 了。当然超高规格的视频就需要超高规格的存储卡，我们大约拍了不到2小时，而且还不是最高规格，就有近 600GB 的文件量，同时一块电池已经见底。官方的说法是非最高视频格式能录85分钟，拍照片大概340张，
那么看来一天拍摄还是需要三块电池才行。为了解决散热的问题，尼康在 Z8 上采用了新材料和新的结构设计。按官方说，在室温下拍摄 8K 视频能坚持90分钟， 4K 视频能坚持125分钟，并且在过热时会倒计时1分钟而不直接断电，给用户足够的反应时间。我们在实际使用中能够感受到机身的发热，但陆陆续续拍摄只出现过高温警报，没有自动关机。就这个表现来看， Z8 的耐热性算是中上水平。由于拍摄时间很短，所以我们这一次测试是很匆忙的，而且我们使用的是尼康提供的工程样机，所以它和市售产品相比应该还会略弱一点，但是我们也仍然感受到了尼康 Z8 的诚意。在图片拍摄领域，这也是尼康传统的优势领域， Z8 它可以比肩 Z9 的画质。然而在视频拍摄领域，作为尼康的一个新的领域呢，它的表现也还略显青涩，还有提升空间。不过我们从机身的表现也可以看得出来，尼康已经把最好的技术、最好的硬件给到了我们。在尼康 Z8 中呢，也看得出尼康独特的设计思路。那么以上就是我们本期关于尼康 Z8 的快速体验了。如果你喜欢的话，请一定给我们多多点赞、转发、留言，不要忘了关注我们。下期再见，拜拜。